呀，请你我之间有何话不限量炫耀，动起来和新的力量合唱，动起来给音乐多期待，动起来和新的记录合唱，动起来就拥有精彩未来。等我叫麦先哈 ，OK。OK。美国的朋友你哋好。哇哦！但系咧，今日咧，我见到好多朋友咧，出边咧落住大雪。但是你们都来支持我，我在这里要说一声 I love you。 但是呢，昨晚半夜两点的时候呢，落着很大雪，那些观众还是很热情，那我就问他们，我说今晚我应该唱多些广东歌啊，还是唱多些国语歌，不如咁啦，你哋话俾我听啦，好唔好啊？首先，我应该说国语啊，还是说广东话？如果要我说国语的，举举手；要我讲广东话嘅，举举手。好明显，今晚大部分嘅朋友咧，都系要我讲广东话嘅。但是不要緊啊，其實我今晚呢廣東話的歌又有，國語歌又有，接下來這一首歌呢我就揀了一首國語的，不過我想不要緊，因為歌的那個歌詞和歌那個表達都是一句意思而已，歌名叫做親愛的，親愛的，送給你們 One, Two, Three, Four， 親愛的。颤抖，轻轻的 rap rap 的，我心跳激动，也许是爱情。